姐姐，哎，这是我第一次跟你真人对话，对，我们俩第一次说话，对，第一次说话，对，啊，李大姐姐长这么好看，比以前漂亮了。真会说话。This was a surprise. Yeah, you guys have a chat. 我躲了好半天在那。真的，我都没注意到你。对，他们让我躲好。这是中国女网新旧一姐的碰面，李娜现身澳网，重回福地，并且突然出现在郑钦文的采访中，用拍屁股的独特方式打招呼，郑钦文连忙称赞娜姐。没想到，这竟然是两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交流。虽然郑钦文被誉为是李娜的接班人。两人都来自湖北，并且性格相仿，但之前只是在郑钦文青少年时期有过见面，而这一次是单独见面。李娜告诉郑钦文，不要想太多，放下包袱向前冲就好。李娜本次来到澳网，将参加澳网元老赛，十年前的澳网女单决赛，李娜以2-0击败斯洛伐克选手齐布尔科娃，获得自己第二个大满贯女单冠军，并且成为了首位在澳网夺得单打冠军的亚洲选手。郑钦文目前前途无量，21岁的他在本届澳网实现了突破，杀入16强，他被看好能够成为李娜后中国女网第一位大满贯女单冠军获得者。